Hello， 大家又翻到绝对玩 DN， 今次又继续剧情啦。上次又讲到咧，呢一个广播室嗰边咧，就有一个小女孩咧，就叫我咧去揾呢一个嘅诅咒娃娃俾佢嘅。咁依家咧就揾到啦，就喺呢一个商店嘅二楼嗰度。好，我哋开始游戏啦。发现角落嘅诅咒娃娃公仔啊，好，之后将公仔收入背包。我好似冇乜印象有呢个剧情，话是话，冇乜印象喎，真系。跟住就俾呢个妹妹仔。啊！呢、這个嘅公仔，多谢你啊！估计咧，依家咧仲可以去到广播塔揾呢一个嘅武藏咧签名，我都要快啲去啦！啊，系啦，我爸咧广播塔呢度有邀请券送俾你啊，咁我去啦。OK， 咁啊，攞呢个邀请券之后咧，应该就可以入呢个广播塔噶啦。好 ，OK， VIP 啊，呢个邀请券啊，呢度啊，就系咁，你有券即刻可以入得，当你系 VIP。好，系咪有抽奖喺度？唔好挡住晒啦！喂，嗰个咧个咩啊？个抗能装置啊？头先俾嗰个人咧拎走，你睇嚟好劲喎！唔该，你帮我攞翻嚟啊！不过呢个装置咧冇办法广播啦，咁样耐咧相当麻烦啦，拜托你啦！收到消息咧，入咗百货商场，百货商店 OK， 收到。啊！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《绝对玩 D N》。今次咧就要继续呢个黄金市嘅剧情。咁啊，迟啲就翻去打埋呢一个重道馆啊，同埋呢一个嘅。啊！大家好，又翻到嚟《绝对玩 D N》。今次又继续剧情啦。上次又讲到咧，呢一个广播室嗰边咧就有一个小女孩咧，就叫我咧去揾呢一个嘅诅咒娃娃俾佢嘅。咁依家咧就揾到啦，就喺呢一个商店嘅二楼嗰度。好，我哋开始游戏啦。发现角落嘅诅咒娃娃公仔啊，好，之后将公仔收入背包。我好似冇乜印象有呢个剧情，话是话，冇乜印象喎，真系。跟住就俾呢个妹妹仔。啊，呢、這个嘅公仔，多谢你啊！估计咧，依家咧仲可以去到广播塔揾呢一个嘅武藏咧签名，我都要快啲去啦。啊，系啦，我爸咧广播塔呢度有邀请券送俾你啊，咁我去啦。OK， 咁啊，攞呢个邀请券之后咧，应该就可以入呢个广播塔噶啦。好。OK， VIP 啊，呢个邀请券啊，呢度啊，就系咁，你有券即刻可以入得，当你系 VIP， 好，系咪有抽奖喺度？唔好挡住晒啦！喂，嗰个咧个咩啊？个抗能装置啊？头先俾嗰个人咧拎走，你睇嚟好劲喎！唔该，你帮我攞翻嚟啊！不过呢个装置咧冇办法广播啦，咁样耐咧相当麻烦啦，拜托你啦！收到消息咧，入咗百货商场。百货商店 OK， 收到。冇乜印象要揾呢个诅咒娃娃公仔呢度啊？做乜咁耐嘅呢个电梯？要快啲将呢样嘢交俾伦达大人。你边位啊你？头先个咩话？撩我交咗手信嘅啫。哈！你以为你边个啊？一个僆仔竟敢同阿火之兵嚟抢嘢？一冲死你啦！再冲，秒晒！哇，好犀利啊！系我输咗，呢个俾翻你咁快，呢个走佬技术真系一流。好，认输都又一流啊！认输嘅技术都一流。诶，嗰条友唔见咗咯，广播塔保安不见了。好，跟住俾翻呢条友啊，偷啦，讲翻翻嚟。今次咧，我哋又可以继续咧播呢一个嘅广播啊，多得呢个装置。如果冇咧，我就要咧嘥啲时间咧重新制作。今次多谢你收下呢个力量头巾，好有用啊！反正我唔系训练师，唔需要啊。我女一成日都嚟广播塔，有事可以揾我先去做嘢先。呢、這个使唔使打？要等我采访完结先得。的确太多，里面好多 fans 等紧啊。武藏啊，众所周知你嘅表演咧，主要系以夸张行为咧吸引观众嘅眼球。咁你平时训练啲咩噶？呵，点解唔见咗咧佢？好简单，我华丽咧，我嘅艺术又华丽危险。训练嘅时候咧，精灵都系一齐训练嘅。为咗锻炼佢哋，我长期作为咧被攻击嘅对象咧嚟训练佢哋。毒针啦，咬啦，我哋试过晒啊。果然系咪艺术嘅先行者咧，走到去最前线啊！但系咧，冇咗丽娜小姐啊，你唔认为咁样嘅训练同埋表演嘅危险性咧好大嘅咩？呢啲湿湿水咧，我每一日都生活喺爆炸当中，但我每一日咧都喺度为咧某一个小小嘅目标奋斗，即使唔俾数唔清咧炸飞好多次，要讲呢个危险啊，都唔知死几多次啊！睇嚟你系过住相当刺激嘅生活啦。咁你依家咧成功出道，最想多谢系边个啊？一只精灵同埋一个下人小次郎，喵喵，你要见面到我上电视啊！见面到我话你嘅舞蹈啊！咁今日嘅采访结束啦，多谢晒小甜甜咧，帮我哋咧分享咗佢嘅出道经历。
好，完结啦咁就。嗯，呢度咧，好，仲未俾人占领啊！我非常中意咧，我用直力为咗表达呢个心情咧，先整咗呢个广播电台，大家中意我嘅节目就开心啦。咦，睇嚟仲未打住哦，睇嚟未开始呢一个发动攻势。好，呢个时候咧，我就揾呢个管主啦，普通系管主，应该喺呢度啊吧。好，走出嚟玩个游戏冇问题啊嘛。啊，你之前你嚟挑战我噶，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，我要翻道馆准备一下啦。OK。我哋而家可以打呢一个普通系道馆啦，喺边啊？呢度人称新人训练家杀手，好，睇系咪真系咁劲啦？呢度相信好多人都接受过呢一只嘅咩啊？大奶罐呢一个嘅，喂，搞错啊！俾你发个，哇，打唔中我竟然，点解嘅？点解打唔中我？系咪用个咩光粉啊？唔系喎，佢点解会打我唔中啊？头先佢唔系用冲浪咩？应该唔会 miss 噶。好，但我哋唔深究啊呢个问题。哎，呢只系要用密攻打。好，细个其实我都冇乜印象，因为细个我就唔玩金版，所以我冇乜印象对于呢一关。迟啲有机会再玩金版啦。唔系，我之前都玩过噶，好似我记得之前玩过水晶版，玩过俾大家睇嘅。好。金版呢啲就真系比较少玩咯，我记得系啊，就算真系玩都系玩深金咯，依家嘅金版啊真系少啦。不过可能相对嚟讲就有难度啲啦，毕竟以前嗰个嘅精灵冇咁多啦，所以拣嘅精灵亦都唔系话真系好多有得拣。好，点行啊呢度？呢度啊？呢度？呢度？哦，喺呢度啊 ？OK。好。老鼠一个冲浪啦，应该唔会好难打啩，我相信。哇，全部秒晒，哇 level 太强啦！我记得以前咧，即系上一次玩呢个绝对云能咧，我都系以呢一个方式咧去打赢某一啲嘅关嘅，系啊。我记得系用呢一个嘅地震鲶鱼嗰阵，升到好高呢一只地震鲶鱼嚟啦。呢个系双打定单打呢？单打四打四，请你将多余嘅放喺侧边。唉，如果你单打四打四早讲啊嘛，每次行到入嚟，跟住就话我单打四打四，你翻去咧执你嘅精灵箱先。好 ，OK。咁样的话咧，我哋唔要啫。其实呢只都抌得一边啊，抌下一边先啦，因为始终佢嗰个咩太差啦，佢嗰、那个。佢 call 特性，抢唔到速度，迟啲再捉一隻啦，好易见到啫，呢只应该唔会好难嘅。OK， 新人训练家，新人训练师杀手，好，系咪真系咁坚啊？你系头先咧广播塔嗰个人啊？原来训练家，你系新手啊？我都系，我啱啱咧通过选拔成为管主，你要同我挑战啊？但我俾人限制等级，不过冇所谓啦，唔使全力都赢到噶啦，好串喎你都。好，哇呢只劲嘢嚟嘅，唉，真系电磁波啦已经 ，3D set，3D set 我哋召唤阿华君先啦，跟住冲啦，阴谋，哇差啲死，波阿基斯啊，又嚟空切流，整个地震鲶鱼先啦，跟住开错技，好，即刻瞓觉，瞓啦，瞓唔到啦，呢个开错技，做错咗嘢，冰啊！冰啊，冰啊！呢度我哋用液态尾巴中啊，好波！大奶古嚟啦，最烦嘅精灵啊嘛，精灵杀手啊呢只，精灵训练家杀手，龙套式一夜麻痹咗，跟住我哋又用液态尾巴，他痛唔痛先呢下？呢下痛啲定龙路痛啲咧？呢下痛啲啦，好明显，你见到打好多啦已经。我哋呢度再用一下啦，麻痹啦，哇呢下！麻痹 ，Oh no！ 咁啊，睇下边个赢啦呢度，应该系我高速啲嘅呢度，啊唔系，佢高速啲可能，佢高速啲，然之后麻痹咗 ，Oh no！ 既然系我赢啦，哇，好过分，跟住用呢啲手段，不过冇所谓啦，即使用咩手段咧，呢个结果都系通过咗考验，等你通过联盟，我再同你打，嗰时候就全力打啦，
定式徽章，可以使用怪力技能推石。着迷最大限度展现精灵魅力嘅技能，同可爱嘅好相称咧。呢个向北自然公园旁边有个口袋竞技场开放咗，去试下。OK， 呢啲等迟啲再试啦。之前咧，即系类似呢一啲咩竞技场啊嘛，竞技场之前好似都冇玩过，因为佢好似冇乜点更新，即系同鱼猫全部冇乜分别。但系佢喺绝对环 D 1.2.0 好似有更新，终于玩到你啦！我哋话俾你听，而家可以对到40号道路，整紧呢个海上庆典啊。OK， 得啦，冇咩特别。自然公园听讲吉紧市被鸟群袭击，唔知真定假，而家要去湛南市。OK， 好。可以继续行啦，应该可以穿过去呢、這、一个，穿过呢度啊，唔系，我哋要攞呢一个水樽啊，攞呢个淋花工具，淋一淋嗰只胡鼠鼠，打败咗啦，咁唔使担心啦，呢、這个车厘龟水壶就俾你啦，我就要呢个车厘龟水壶，跟住去淋嗰只，好啦，六碎片啊，欸点行啊？呢度呢度好似冇得行嘅，我记得入面嗰个咧，入面冇得行噶，冇嘢嘅呢度都系。好啦，找到條路啦，应该就係行去呢一个嘅遺跡入面，去另一个地方，咁应该喺呢度啦。咦，唔喺度我都。點解嘅？我明明睇过应该喺呢度㗎。唔通我中我筆又。我極度懷疑我自己中我筆喎。因为正常嚟讲呢度行上去就即刻会见到佢。啊，好似喺另一边啦 ,OK, 睇返啦，我睇喺另一边。好。咁我哋照砌咗先啦，呢个凤凰，呢个凤凰比较难砌，因为你唔知道佢个样喺边。咁样，咁样，都唔系，应该咁样，唔系喎。咁样，咁样，咁样。啊，呢个凤凰难，好难呢个凤凰。咁啊，唔似要呢个。咁样唔知哦，好有难度啊，凤凰。好，应该咁啦呢隻。之后呢度应该系咁，咁样，咁样唔似，咁啊。唔系喎，都唔啱喎。只脚应该喺下面，两只脚喺下面，应该咁样。唔啱，呢度咧调转，呢度应该啱啦，系应该系争呢两个啦。咁仲边两个啊？呢个？睇落都好正常啊！呢度调转咗啊，唔同，唔系啊？呢两个，哇！咁仲有边个啊？呢两个，好似好正常咁咯，已经。
哎，得啦，好搞掂，好，跟住佢好似仲有另一个，系另一塊板嘅。好，我哋去埋另一塊板度啦。哎，有河童喎，捉唔捉到咧？唔知，希望捉到啦喺度。得，搞掂。好 ，OK， 继续行啦，可以。一阵先问喷翻下水啦。又有捉，来几多捉几多。喂，试下俾阿面大佬，我59呢喎。咁都唔跟我走，落雨有你着数喎。啊，喂，掉咯，掉咗两个算啦，掉咗两个唔得算啦。好，唔得算啦，走啊，唔要啊。好，呢个喷喷麻水啦。好，高高高高，应该系喺另一个洞口度嘅。嗰个管主，我哋要打嘅虫系管主。呢度游水啦。应该呢度，哎唔系呢度。头先我哋嗰条路咧就系上面，依家行下面呢度。哇，竟然有你啊，元禄沙喺呢度啦，怪应该。阿师呢条路咁样啦，哦，唉，又要行多次呢度。好啦，过到嚟啦，咁咧佢已经喺度啦，呢个管主。远古精灵的一个拼图，我睇系好有兴趣喎，睇嚟好有趣喎。左边应该连接呢一块，中间应该系呢块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砌得太入迷啊，冇留意到你。你嚟挑战我道馆噶，真系唔好意思，我几日前已经喺度啦。研究咧遗迹太入迷啊，一直冇估到咧呢、這个道馆嘅事。你要挑战系嘛？我而家翻去准备，我可以砌埋啦喺度。呢、這个应该好简单啫，呢只系嘛？好。呢度嘛，跟住呢只个螺头，因为呢度噶啦，先砌个螺头，跟住呢个喺中间啦，呢、這个喺墙身啦，咁呢个就喺呢度啦，应该，诶唔系，睇先，呢只咁样啦，唔系都，诶呢度啦，系啦，跟住呢一个就应该系喺呢度。呢、這个眼就呢度啦，背壳呢、這个咁啦，跟呢度咁啦，只眼系点砌噶？阿师，死啦呢、這个！呢度个纹应该跟住圆形嘅。所以应该系咁啦，呢度呢度咁啦，呢个阿师唔记得咗点砌啲俾个，系啦咁样啦。跟住到呢度，呢度咪调，呢度应该唔会调转嘅喎。应该都唔会咁啦，系啦，唔会啦，依家定喺呢度，呢个就应该喺呢度，系争下面呢一嚿。得啦 ，OK， 我可以跳翻落去啦，就应该开晒啦，所有美姿图腾都 OK。O 型，好，继续上啦。好，之后就应该系重道馆啦，系啊，重道馆应该就可以开翻，可以挑战啦。阿帕蛇，喷喷下水啦，就免得麻烦，直接喷咗佢啦。一绝对环咧，我发现佢个预敌率都好高啊！唔知系咪因为咧为咗俾大家升咧，所以特登较高咗，真系几高下嘅。你如果唔喷蚊拍水咧，大概十步内一定会有一只，系啦，即刻有啦，你系估都估唔到嘅。
普通版嗰度咧系唔会有咁易，哇木手工啊，好想要啊，但系同我嗰队冇乜缘分。OK， 都唔系嘅，都 OK 嘅，其实都 OK 嘅，因为你水系咧可以减轻咗火系对呢个木手工嘅伤害。嚟啊，呢个草道重道馆啊嘛，诶，要睇线啊，条线应该系喺呢度啊，喺呢度。双弹单打，梗系用双，一用单打啦。呢啲战最好有得拣啊，梗系打单打啦，一定唔会拣双打啦，双打太难打啦，得30呢咗佢哋。睇嚟佢预我系打完，即系打完呢一个嘅咩啊？诶，佢错咗，佢预我应该系喺即系打完上次外兽嗰度即刻翻翻，即刻唔好打。唔好打住，行翻翻嚟打管住。好，弗利托斯冲浪啦，再冲啦。哇，鬼闪，唉，睇唔到添。好在有啲恶技啫。呀，好在应该有麻痹都赢到嘅呢只。哟，你终于嚟到呢度，我估唔到啦。我要管住呢件事，俾我睇下你有几多徽章。嗯，得呢啲咁嘅垃圾。我明白啦，先自我介绍，我系阿笔，我中意研究呢个虫系精灵嘅，仲有咧好多系遗迹。作为管主，我会测试下你冇咧攞呢个徽章嘅资格。阿笔，好，哇呢只系水系嚟嘅，哇有虫有草技嘅，搞错啊，转虫，河童，蛤蟆威，太古啊，怪物啊，跟住降尾，再降尾 ，OK。哈拉克罗斯我哋就用飞行或者火，飞行火岩石啊，冇啊，一招都冇啊。李如龙啊，液态尾巴，液态尾巴，哇笑上，哦正蠢材，再见佢呢个啊，照用啦呢只液态尾巴，液态 ，oh no， 佢开咗剑舞。冰咬碎钢尾泡沫啦，泡沫啦，再泡沫子弹拳大和冷泡，河童啊，蛤蟆威，哇蛤蟆威，蛤蟆威唔够佢子弹拳快，有乜可能先？呢个应该输啦，要输了，输佢只叫炎螳螂，哎，打死佢又唔错，有我细个嘅时候水平。啊！呢种程度我就可以合格噶啦，判你昆虫徽章。好，知唔知啲徽章嘅效果？持有呢个徽章咧，记住居合集嘅精灵咧，喺唔战斗嘅时候都可以使用呢个技能。89箭反呢招，哦唔系，我蜻蜓反 ，U turn 攻击之后咧会携带与呢个身上携带精灵交换，虫系必用。诶、欸，冥王啊，呢啲系干部啊，以前都睇过啊，睇嚟人咧嚟得咧唔系好齐。系啊，米伊咧，佢仲系执行紧其他任务。喂，我话咧呢个会开够未啊？首领未利未噶，究竟？今次会议啊，系冥王个人名义召集大家，因为唔系好醉，所以唔打交首领。原来咁，你都几关心首领喎，冥王。不过呢份关心我几认同啊，哈哈。阿罗马，我哋系同一类人，你咧做想做啲咩咧，我都唔系唔知嘅。我都要打断你哋冥王今次会议嘅目的系，唔会听你哋喺度废噏啊嘛，照顾你。多谢关于我哋新组下一阶段嘅行动啊！根据呢个情况显示咧，呢、這个阿尔宙斯嘅沉睡地光之神殿嘅大致进入方法已经确定。我哋新组所收集嘅石板已有12块，剩低石板分别系拳击、清空、恐惧同埋阴魂。哦，不知不觉已经咁多石板啦，所以剩低嘅揾埋咪得咯。唔错啊，接下咧就系关键啦，另外你说明一下啦。啊，好啊。首先，我哋新组目前揾到嘅石板咧，都系呢个阿鲁夫遗迹上有明确记载记录嘅。根据呢一个嘅遗迹内容咧，唔难发现咧呢个石板嘅所在地。当然剩低嘅都唔例外，但系剩低嘅咧喺记录地点上揾唔到，所以我得出两个结论：第一就是、内容有错，第二已经被人揾咗啦。原来系咁。关于第一个推论咧，既然可以解读到实际地点，咁只有极低机率咧会造成呢一个错误。再讲我对灵花小姐嘅办事功能咧系一个相当欣赏，所以第一个推论可以排除。哎呀哎呀，咁真相得翻一个啫，就系咧俾其他人揾到先。
冇错，所以我哋新咗下一步行动就要调查石板究竟系边个人手中，所以而家咧攞翻翻嚟。OK， 哇，咩事？突然之间有两只眼望住我，中我笔嘅，好。咁啊，暂时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剧情，应该系去海边嗰个打道馆啊，嗰、那个水系道馆。OK， 咁啊，下集翻嚟继续玩绝对云 D 耶，咁中意咧俾个 like 同埋未订阅，咁我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